股票致富可以不凭运气，只要用对方法，跟对人，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。您准备好了吗？就让股市战将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。欢迎收听股市战将，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讲，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。欢迎收听 News 98新闻台，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，我是桂花，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。和彦老师您好。桂花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和彦。台北股市今天开高，再创了历史新高，来到了21937，最终是上涨了54点，指数收在21858，成交量是4714亿。请教一下何彦老师，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？所以我就说，台股没有最高，只有不断创新高。是，昨天大涨300多点，今天又最后是涨54点，快22000点喽。嗯。现在已经来到21937点了，啊，要22000点嘛，你有赚到钱吗？嗯，赚钱是应该啊。是，如果没赚钱哦，这种行情还没赚钱，真正爱怕卡撑。对，行情林和彦都事先跟大家预告了，对不对？首先用的林讲啊嘛，你不知道该买什么股票，你就跟着我的股票买就对啦。每只股票都大涨。大礼拜前我就讲啊，台北国际电脑展会让 AI 的股票再度风云再起。大礼拜前哦，我不是现在才讲哦，3个礼拜前台北国际电脑展时间表一确定之后，我就开始跟大家谈了。啊，我开始在您讲啊，你看今天市场资金72%都在电子股身上啊，给您72.9%。都在电子股身上，那都是在做 AI 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台湾做 AI 啊，今天成交量4717亿，有没有达供给量？有，量4000亿嘛。是，我教过你们嘛，指数在高档不能没有量，所以要保持4000亿的成交量。昨天4800亿，今天4700亿，所以量能达到供给量，而且更重要的。不能失控啊！如果高档失控，那就不好了啊！假设如果成交量冲到5500、6000，那就不对了，代表大家太过度的追高了。所以控制在4000多亿的量，行情咕咕噔噔。重点在类股的选择，72.9%都在电子股，主流是谁？嗯，但是电子股啊，毋庸置疑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三礼拜前就开始讲啊。不是现在才讲啊，今天第二个主流是航运股，占了7.2%。今天航运股里面，长荣是开高走低，啊，长荣今天收盘跌了2%，从228块钱掉下来，收盘218，落四块半。今天反而是谁？今天反而是航空股大涨，华航、长荣航盘中都一度大涨到5%，虎航。啊，也大涨了3%，因为今天开盘前就有消息传出来，月底两岸旅游可能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。嗯，哦、啊，现在市场很敏感的啦，是，你只要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嗯，马上市场资金很快的就会进驻了。所以今天包含五福旅行社涨停板，三富旅行社盘中也一度攻到涨停板，但市场资金。大饼还是在电子股身上，那其他类股穿插的来配合整个多头的演出，所以这个行情是生生不息的行情啊，随时都有新的主流会出现。重点是除了你要敢买以外，你要买对啊，卖我别买，找底部的股票买，找赚大钱，尤其股价在底部的股票买。你如果坚持这样的原则。那就放心做了，啊！你如果找得到赚大钱、股价还在底部的，你有放心对外走嘛？啊，你就放心的做，不然嘛，来找林和彦呢？一天一个便当，我带着你买。这次 AI 的行情已经行3礼拜啊！从我开始跟大家谈之后 ，AI 的股票从筑底
到慢慢推升到加速上涨，已经起三礼拜了。那还有没有底部的股票？还有啊，我就跟大家讲，你要找不就找林和燕嘛，找不到就找林和燕。林和燕坚持只买底部的股票，我不会给你堆关。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过？对，阿基，有三档 AI 的股票，完全没去，股价在八个月底部。你看三基里面有两基今天都起 5%， 是啊，有两基今天都大起 5%， 我的公司股票给人知道，那你一天一个便当啊，一天一个便当，这我做就对了嘛，跟着我 做就对了嘛。这段期间以来，美国 AI 的股票也都创新高了啊，不管是辉达、微软啊，或者 APIC 的惠普、Dell啊，甚至于晶片的部分，高通、博通、记忆体的美光，全部都创新高了、啊。千金难买早知道，林和燕炸着在林供啊！你不知道没关系，很正常啊，因为你不是专业人士。当你不是专业人士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事前嗅出新主流的专业，没关系，我的反应跟嗅觉永远都领先市场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行情我都会事先跟你说，在行情没发动之前，林和燕都会事先注意到。当我注意到的时候，我开始跟大家谈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跟我一起买了嘛。你就不要说，有人在说这个啊，都没去啊，没去就是你买俗的时候 啊等到大涨的时候，那你只能追高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其他节目其他老师专门都在追强势股，专门都在追高，哦，起路管路路嘎一堆，林和燕不来这一套，涨高我都不要了，我专门找底部的股票给会员买，大家都是啊，所以你放心跟着我做，啊，你放心对我走，你看上个礼拜，大陆在围台军事演习，大家惊到要死，哇，整个台湾被围得跟铁桶一样，那行情跌，就是有你机会啊。上礼拜我开盘大跌226点，你敢落去了不？我一直跟大家讲，危机入市才会有超额利润嘛。当行情跌下来的时候，大方向没有改变，你就要勇于第一时间下去买嘛。你看顶礼拜四大陆军事演习，台北股市跌的时候，我们一开盘就开始买股票了。是第一档买的润泰拳，66块钱买的，今天润泰拳。68.8 哇，是都在今天的最高点，几乎最高是68.9啊！啊，顶礼拜是66块钱买，今天68.9，一张2900，13就29000啦。润泰拳最安全的股票了，啊，熊安全的股票啊，净值96.6，今年一股有机会赚到15块钱，市场估计15块。那保守估计至少一个股本都有嘛，探起来高本股票才66块钱而已，有什么不敢买的？就算大盘不好，你嘛下不为戏嘛，对不对？进可攻退可守，无风险，又有机会赚大钱。我专门找这种股票你买啊。你看光宝科连续两天大起，上礼拜是涨停，昨天又大涨8%。哎，阮涨头早。我们昨天光宝科叫会员123块钱，不会把感情还不会爽。昨天最高123、124，我们几乎卖在高点。今天光宝科跌了4.5块，是哇，老师昨天卖的真好。我昨天卖的时候还有人说啊，老师感情价不会，看那个样子好像快涨停了，真的要卖吗？我放心啦，股票操作不要患得患失，啊，拢赚钱的啊。卖一半感情较袂散嘛，伊国起咱嘛有嘛，哎呀来，咱就赚着差价啊嘛。我就说着说着，今天光宝科就掉下来啦，掉到116。那昨天123卖的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对啦，是啊，真正水啦。是，我带你进就会带你出，我带你买，你放心嘛，带我买，该买我也带你买。你看8081智新今天大涨，智新今天324块啊。咱几块讲诶，咱李亚拉个开始讲啊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智新是类比 IC 里面电源管理晶片
上赚钱的公司，一年 EPS 17块钱，啊，赚17块，股价打了五个月的底部，这上赞呐！哦，我上爱买这种股票啊！你看260，一张26万，你买个十张260万，260万你们有没有？嗯，都有啊，对不对？台北市随便一间房子两三千万，这是基本的啊，260万大家都有啊。那你260万买个十张，今天涨到324，一张64,十张就64万啊！啊，你好谈不？嗯，好赚嘞，只看你会不会做而已。你看台达电，我们已经操作到炉火纯青了，啊，操作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。380跌到270，全市场只有林德燕带着会员下去买，咱买你也买，买280，卖350。十张就70万啊！拉回来，295又买，325又卖，十张有个30万。拉回来，这次拉回来305买。我今天通知，一开盘之后，我通知353块全部卖掉。嗯，这样给你上关354。是啊，收盘346。哇！当天差价就8块钱了啊！当天差价就8块钱了。啊，为什么要卖台达电？嗯，老师，台达电是好公司呢。对，真的要卖吗？嗯，我公不会你就不会啦。嗯，我说卖你就卖。对，我要卖一定有我的原因嘛。你知道在三月底的时候，台达电涨到360的时候，成交量一天是64000张啊。那现在重新回来350了，今天成交量才多少？14000张。哦，是。你14000张如何去洗？64000张的套牢，所以不会亏嘛。人进前套的也是套一天64000张嘛。嗯。啊，你即马一天干14000张尔，要哪敢会亏？筹码的问题是最现实的问题，所以量不够，套牢解不开，那二话不说先卖再说嘛。反正拢赚钱的啊，305买，今日353卖，啊一张嘛40000卖。十张嘛，48000，赚遐多啊，何必舍不得呢？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林德燕带你进，一定会带你出，啊，你放心嘛，带我走。你看微星，哇，微星这几天变变掉，对105块，今日已经冲啊210块钱了。微星是话题最多的，又有板卡的题材，比特币现在已经70000块美金吗？主机板显示卡的报价。已经回到历史高点了，利润最好的时候，最热门的话题 AIPC 它也有，因为微星是国内三大电脑品牌，第一大当然是华硕，啊，第二大是宏基，第三大就是微星。微星在电竞市场的电脑，啊，在电竞市场的笔电是很出名的，一般会用到电竞都是怎么样，都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产品，啊，都是属于比较高端的。所以它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，那尤其最近更热门的话题，机器人，嗯，雅虎，哦，它是跟辉达合作开发机器人，所以所有热门的东西全部集合在它身上，从板卡到 AIPC 到机器人，全部拢有，安尼股票奈袂标，嗯，一定标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林德燕袂乌白车，我找的话题。绝对都是最好的焦点，尤其在行情还没涨的时候，就抓你开始买啊！懂得底部买，你要赚个30%、50%，就轻松容易达成嘛，是不是？现在电脑展是下礼拜二，来个吹洗，所以过几礼拜时间，哎，离电脑展还有一个礼拜时间，行情已经起个变变掉啊！对，对啊呐，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嗯。涨高的不要再追啦、啊！是，咱个找底部的股票，你找无找林德燕。嗯，我教过你们方法嘛，从 AI 股票里面找业绩已经引爆的、已经大成长的、股价经过大幅修正的，两者结合起来符合这个条件的股票，你就在买落去就对啊。啊，找无找林德燕，嗯，你找无我找有啦。我除了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弄了扯股票，都在注意国际之间的变化，所以我掌握比你确实。你刚才变动对我做的无唔对，
你看技嘉394落到28，哇，买遐深着，啊，说敢买，林和燕敢买啊。今天技嘉涨了6块钱，330呢，280买，今天330，一张50000，十张就50000啊。是，您知不？嗯，你们都知道啊。对，我在第一时间都提醒你们了，会员买进的时候。我也提醒你们了，我们已经买进了哦。对，要跟这班列车的，赶快上车，赶快跟哦。所以你有底买是正常的。你听我的节目，听你人员节目，跟着买股票一起赚钱是正常的。啊，你也无买是可惜啊，没有买就可惜了嘛。嗯，你看台光电550跌到350，落掉200块，要是我落下轻上加买，林和燕加买啊。是，咱300来买。买完之后涨到450，嗯，一张是咪9万几块，一张9万块，十张就90万啊，对，买个10张360万，你们都有啊，是，还有3档 AI 的股票，获利大成长，股价在8个月底部，即将开始转强，今日起头一天我紧，明后天还有蹲下来，林和燕赶快带你上车，我们龙钻3号。已经开始布局了，第二号已经开始在行啊，啊，每天都在涨。第二号你错过了没关系，第三号龙钻3号，把你的资金集中在一档最具爆发力的个股，当行情发动之后，你就是最大赢家。嗯，好，龙钻3号。跟上你的脚步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会卖股票老师才是高手哦。何燕老师坚持只买底部绩优起涨股，一定会带进带出，让你有买有卖，获利放口袋。想要复制台达电、微星、光宝科还有智星的成功模式，赶快把握机会，跟着何燕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这3档 AI 概念股，即将要开始发动，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。进一步内容可以留意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。嘿，别走开，还有好听的广告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个股轮动轮涨，选对股票跟对老师才是最关键的。只有在底部买进做波段，你才能够领先市场。认同老师的操作，赶快把握机会，跟着何燕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3档 AI 概念股。这几天即将要开始喷出，欢迎你利用我们全新的特别优惠活动跟上脚步。来电报名的电话是02-239-239-8802-239-239-88。何燕老师的单股周周发，短线带你做价差，搭配长线做波段，让你多空操作更灵活。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，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另外，在股票操作上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沟通的话，也欢迎你加入何燕老师的 LINE 以及 Telegram 账号。加入之后，在盘中及时的讯息以及老师的看法都会传送到你的手机上。进出的部分有老师的讯息在手，你就不容易被洗掉，而且还会懂得如何来做低档加码的动作。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 LINE ID 是小老鼠 PRO888， 小老鼠 PRO888， Telegram 账号是 PRO5个8。持续回到节目当中，邀请陪伴大家的是华信投顾的林和燕老师。指数再创新高，选对股票跟对老师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还有哪些低档的绩优股可以加以留意，请教一下和燕老师。好的，今天最后是涨54点，54点多不多？嗯，还好，细量是没追啦。是，好，以现在将近快22000点来算的话，是只有0.2%而已。今天反正 OTC 比较强， OTC 涨了0.98%。啊，今天台积电开高走低，啊，最后是跌了4块钱。台积电把指数空间腾了出来，让更多中小型股用。所以虽然台积电跌，后输，你看指数小涨54点，上市的部分708家涨，211家跌，涨的加速是跌的加速的3倍。所以这个行情今后走，你只要卖去追高，咱找赚大钱。股价搁跌底部的，你放心啊买。你也真正会惊，还是怕买错，找林和燕就对。我不会让你追高。技嘉280涨到330了，我不会让你追高啊。你要买早就该买，早就应该是在大赚过程了。那现在再买，我不会让你买技嘉了。台光电350涨到450，100块啊，要买你早就该买啊。这个所涨我不会叫你搁买台光电啊。
对，台达电300.5啊，今天起啊350，咱今天350不会啊，是，我们已经卖掉了、啊，对，那卖掉更不能叫你再去买嘛，对不对？嗯、光宝科对高的4块，涨起啊124块，咱123块卖一半去啊，所以我带你进，也会带你出，今晚要买咱来买，底部也未起的，有一只股票哈、哦，600几块博到剩300块，哦，腰斩呢、欸？哦，腰斩哈、哦，是。去年获利成长一倍，第一季获利又成长将近50%。哦，哎，这种股票会做会不会？嗯，会使，会使。啊，绝对会使嘛。嗯。这个什么？嗯。龙钻3号。是。啊，龙钻单股3号，600几块，下个剩300几块，上好的机会。去年获利翻了一倍，今年首季又成长50%。嗯。但等一下不会这种股票。啊，这种股票。第一个风险有限，你等到它开始引爆之后，30%、50%当中赚得到啊，跟着连连脚步，把你有限的资金集中在最好的一支股票。当行情开始发酵之后，我们资金要成长个30%、50%，都能够很如意的达成。啊，喜欢这种把资金集中在少数一两档个股的龙钻单股，我们一起来合作。定期第三号。我们现在开始布局中，跟上你的脚步。好的，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以及分析。会长的股票只要有一到两档就够了，认同老师的操作，赶快把握机会，跟着何燕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这一档。去年获利成长一倍，已经打了8个月底部的龙钻单股三，你就有机会领先卡位在底部反败为胜。进一步内容可以留意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。时间的关系，节目就进行到这里。感谢华信投顾的林何燕老师。好，祝大家操作顺利。嘿，别走开，还有好听的广告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做股票要在底部买进做波段，你才能够大获全胜。想要领先卡位，赶快把握机会，跟着何燕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这一档。去年获利成长一倍，今年首季成长已经来到50%的龙钻单股三，这几天即将要开始喷出，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。欢迎你利用我们全新的特别优惠活动，跟着何燕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。来电报名的电话是02-239-23988 02-239-23988，手上的股票不对，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。行情是不等人的，想要领先卡位，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。02-239-23988，02-239-23988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